泉州地区第一古老的南音琵琶，就收藏在这个南音管辖内面。从宣统元年流传到现在的梁山，记载了什么款的传奇故事？老闽南带你走入南音管辖，找一块历经百年沧桑的鼎石之宝。文总在晋江深湖古镇的这个南音社，是现存历史第一悠久的民间南音管社。在这搭，唔闹数百年的桥段深秀，还有一支泉州地区现存第一古老的南音琵琶。我这个宜宾社历史也也悠久了，我到今仔为止，我有388年的历史了。哦，啊，阮遐阁有一支琵琶，从个200-300年，哦，你再看一下咧。这支琵琶确实是也贴。著名的南音琵琶立石，就是宜宾南音社传承多年的鼎石之宝。南音乐器包括以南音琵琶、洞箫、二弦、三弦为主的顶四管，以及由南音夹角器组成的下四管。南音琵琶造型优雅，音色古朴，是南音演奏当中不可缺少的乐器。我这个琵琶哦，伊哦的声音哦，多力也有，佮也亮，所以说哦，当时佮上一个级别佮合作练习能力，也有就下骹一个印，这个印哦，大珠小珠落叶盘，这个珠啊，等落去叶盘内面发出来，讲声音哦，是也亮也对到。每一支南音琵琶的背面都精心雕刻了这支琵琶的名。有的琵琶名会跟主人挂钩，有的则是琵琶制作者根据这支琵琶的特性来命名。比如深湖宜宾社的古琵琶立石，正是以音色来命名的。哦，一当时哦，这支琵琶是阮深湖一个四五的，从个隧道，这隧道是目前叫做从个老板。因为伊前船，往个是前船的人都叫做隧道。啊，伊一日啊，就去行去过两，突然间听到一个咧弹琵琶，也好听，搁也听。看到一对白牙仔，伫迄搭一个咧弹琵琶，一个咧唱。但啊，伊唱调伫咧时阵，阮这个五线时哦，就问：这支琵琶要买呢？但是伊对方伊就说：我倒有法通买了，这个琵琶是我咧趁食的，还是爱？想想的，这个说不要紧，不安定，我也爱听上个唱曲哦，无你来阮这唱同我听咩呢？好，啊，你就安来带阮这哦，两年杀我一切生活费用，我都甲你负责。后来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嫁人了，老爸想要倒去故乡，为了答谢吴老板多年来的款待，就将心爱琵琶送给吴老板。就安尼啊，这支琵琶就留在深湖。阮宜宾社除了有迄支历史的琵琶以外哦，也阁有一堆地毯是历史比较久的。往届哦，种个无车，所以说无方便，我都只好用担的。这个地毯哦，阮一般出去比较远的所在去演出，必须着担一担。哦，这个地毯呢，这伊这内面哦是伫下落去的，这边哦内面放地咯。啊，内面是淡仔跩，啊，跩四宝咯。好啊，顶卡是伫咧下边边甲中一半盐，因为卡口唱卡个时阵哦，伊着食一点仔下边，则袂死嘛，则袂散。简单朴素的天官塔，因为先辈故事，立成为南音人心头的宝藏。在外海雅颂南音社，还有一支予南音人视为珍宝的南音乐器，
1907年乐团成立之前，这支叫杨浦的南音琵琶就已经相当出名了。歌若听这个名，咱就可以想象出伊的声音效果有偌好。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咧，当初时来看到咱这个琵琶，伊个一段段的感觉是，伊所说就要抓的琵琶哦，无这支会拆的。何牌是意思是说何牌，该你偌钱伊都要买这支咧。知影说咱唔是要买卖代志哦，伊只个。他文的说法是说，提出来说，伊起一个三层的楼，来台湾做南洋楼，啊，明仔来跟咱换这琵琶，啊，明仔来，啊，咱最后咱开会决定了啊，就是顶家伯咱拿生哦，就是伫咱这个手头的时阵啊，再来去挥去哦，大家也是唔同，所以决定就，搁较偌层楼咱也唔该换了啊，明仔来。杨浦琴身长一米，琵琶头为凤尾形，曲径江明箱停雷状，面板刻着杨浦两字字，用手来拨琵琶弦，弦声悠扬，音律杨浦。按道理咧，咱就该收藏起来，夹起来藏了了。但是种物件是安尼啊，你若无用哦，客咧如客故哦。如果去等当哟，就说下你酒咯、喝咯，跩什么款？所以现在哦，有较大场合的时阵啊，要用哦，咱也是现在夹出来用。悠扬婉转的男音，将乐器浸润出一种含蓄温和的气质。而乐器背后的故事，佫较是增添了乐器本身的厚重感。在南音奏唱过程中，唔闹乐林甲乐器，也需要真侪器具的辅助，其中就包括在晋江市东石镇，咱看到一支从青条尾流传落来牛线。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，我是做文物保护的。然后听说您这边有一件那个。有件宝贝，是谈不上宝贝啊，那是我们祖上的祖先传下来的嘛。然后想过来看一下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宣统元。元年啊，宣统元年，哦，那就是100多年了，112年了，石都昌城，相助同仁，公制，可能就是这个公共的，大家出钱，大家出钱一起做的这件东西啊。南音演奏所用的牛线有什么来头啊？上段清朝康熙皇帝爱音乐，伊问东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，伊的家乡有啥物好听的音乐？李光地推荐南音，康熙听了真感兴趣，温存李光地选南音人入京，五位南音妙手的演奏，和康熙皇帝两眼大悦，皇帝特别封赐因为御前清客。并是曲径的牛线。你以后南音人伫演奏的时阵，台顶都着配一支牛线。那这件东西的话，这件上面哈，这部分应该是棉布的、啊。对，那下面的话呢，应该是丝绸的。对。所以呢，它这个就是说，整体来说，像这种是有机质的东西呢，它就是其实是不容易保存的。有机质的这种材质，它对就是环境要求会比较高一些。然后你现在保存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是尽可能就让它平整啊，平放着。然后呢，用一个这个就也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密封袋给它装起来。然后呢，里面再放上一些干燥剂，还有一些防虫驱虫的防虫的这样子，然后给它密封。密封完了以后呢，就是给它避光。
闭关保存，比较不容易褪色，对，不容易，对，不容易老化，才这样它寿命会更长一点。刚到兴头区，杨县阿甲一户男音的劈出来。这把花板是以前一个华侨去可能是马来西亚还是菲律宾的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拿一个那个扁担扁担，我们教东西的那个扁担，那以前那个扁担是用木头做的啊，可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木头，那我的那个老师他看着这个木头拿来做这个拍板，声音很好那就去向他要，起初是要向他买啊。他说这个您需要您就拿去了，我这一把扁担有什么？南音的劈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的结合，在南国其他传统音乐当中已经真落册了。目前只有南音啊延续着汉上胡歌、丝竹卷上胡。直接架构的音乐传统，这副飘扬歌海的南音劈由五德班组成，从外形顶来看，甲普通的劈无什么区别，但是夹在手里，迄个分量还阁是真甜的。这个木材是挺好的，它是应该是密度算比较高的，比较致密的。这个我们男音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男的弦友在唱啊，以前女的比较少啊，那所以它这个是这个体型是比以前比现在大，现在大，因为以前的男的不毕竟是力气比较大啊，那有的拍的很用力啊，几乎进入混量的片。承载了从音雅南县几代南音人的记忆。晋江县有南音管辖79个，其中亲像当朝从音雅南县这款有百年历史的南音管辖有八个。在这些南音管辖里面，可能还有真多宝藏等咱去发现。但不管是哪一种器具，这份世代传承的情感是相通的。这种文化传承，咱中国个像河村个文化历史嘛，就差不多物件来印证。你说伊这个闽南话古，你用嘴说来得啦，你顶得有文理有物件啦，或者摆咧就是讲是说我这个历史话古啊。伊这物件一定要保护好啦，因为怎个新个物件个旧个物件，你有什么去开发以后，就过来。书起杨山，引出南音人的传奇故事。传奇传世奇笔，可以听见历代南音人的坚守。拍起南音的拍，也难像可以甲古人合作。音乐本身是无形的，但是沉淀了百年历史的南音器具，可以变了更加真实，更加有质感。